阿姨，传到这个账号，这账号是个警示的账号，就是人的账号啊，还要存给他。这个账号会给他，他是要会的账号。阿姨，这个账号已经骗了九个人，被通报了，他已经有人去报案了啦。这账号骗了九个人，他已经有拿这个账号来骗过别人了。账号骗了九个人，他要你把钱汇到一个骗人的账号里面。真的？对啊。那账号你自己看。应该都是跟骗你同样的手法，然后骗别人。这账号骗了九个人。同一个账号呢？现在这个很多啦，所以我们才会跟你说啦。这账号骗了九个人。这账号已经骗了九个人。你再加你就第十个人。本分局日前接获辖区中国信托银行通报，有一名老妇站在柜台前神色紧张，且不断看手机，表示预汇款给网友疑似遭诈欺。本分局立即派遣警力前往了解，经询问老妇一开始表示对方是她的女婿，警方请她打电话给女婿，老妇才坦诚是在网络上结识自称在土耳其的网友，但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听过对方的声音。对方仅以每日亲爱的寒暄问暖，柔情攻势让老妇落入圈套。警方提醒网络交友要慎重，未见闻过本人勿轻易汇款。有任何问题，请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查询。